泰国、南非、以色列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这六年的海外经验让我从一名普通的海外业务成长为掌管大洋洲市场的国家经理。三年里，我们澳洲团队相继突破各大连锁店、运营商，并与全球知名品牌形成战略互助。TP-Link 在澳洲市场的占有率及美誉度节节攀升。加入 TP-Link 短短一年内，从马来西亚诺亚卖场里一声声 Hello Boss 转战到迪拜德拉埃亚门店的 Rittenhall， 再是现今乌克兰 KE 市场的七等化一。这一年间，在全球各色市场体验着多元的文化环境，也在前辈的指引下经历了 Netflix 的快速成长。从默默无闻的市场 Newcomer 到短短几天单品销售超过百万台的亚马逊黑五销售冠军，我们用两年的时间使 TP-Link 智能家居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行业代名词。通过对迪拜传统渠道市场的聚焦及频繁走访，我们与当地客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迅速扎根。作为中东区域的中心，迪拜子公司同时承担着物流枢纽的重任，及时响应周边国家的库存需求。每年一度的全球四大科技展会之一 JATEX， TP-Link 作为行业标杆从不缺席。展会期间， TP 团队与来自中东非区域的客户合作伙伴相聚迪拜，共同探讨产品创新，洽谈业务合作。两年前来到热情奔腾的南美，加入巴西子公司。海外生活在外人眼中看来丰富多彩，但只有置身其中才知各种滋味。刚来巴西时，这个只讲葡萄牙语的国度简直令人抓狂。面对这种情况，后来我自学葡萄牙语，积极和本地团队及客户沟通，努力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处事习惯，也和越来越多的巴西人成为了朋友。毕业后我就加入了 TP-Link 大家庭，远赴英国工作。对驻外的人来说，同事在某种意义上是家人，每天二十四小时在一起工作生活。工作时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研究销售策略，打击竞争对手，扩大市场份额。生活中我们是互帮互助的小伙伴，每一次聚餐，每一场活动都是另一种合作，配合默契。取得成就时一起庆祝，遭受挫折时相互鼓励。2016年2月份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日本子公司，伴随着他从零开始一路成长，而我自己所负责的电商业务也从零开始一路飞奔。我们超越了很多本土的竞争品牌，也实现了很多的不可能。在刚刚过去的电脑促销节中，我们又创造了新的记录。从零开始固然是不易的，但这也意味着你能收获更多的成长和思考。2018年，随着 TP-Link 品牌在马来西亚的不断的变强，我作为马来西亚子公司网络产品的负责人，在夏季发布会当中发布了 TP-Link 的最新产品 Mesh 路由 Deco。 出色的演讲和完美的产品获得了现场源源不断的掌声。在这三年里，马来西亚子公司的销售额成长了6倍，我有幸见证和参与了马来西亚子公司的成长。加入 TP-Link 四年以来，感受最深的就是公司纯净为人、平时做事的公司宗旨。在俄罗斯市场，一步一个脚印，与团队拿下核心客户订单，实现公司市场销售份额的提升。世界很大，梦想与未来无限，世界很小，加入 TP-Link 都能看见。坚持心中的信念，努力向前，勇于挑战，突破自我，相信你不会比昨天做得更差。扎根海外，收获精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纯净为人，平时做事，创业公司的激情，大公司的待遇就在 TP-Link。 好平台，好公司，成就更好的自己。来 TP， 你准备好了吗？